师兄，你回来了。首先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师兄近日劳累，师妹特意来为师兄演奏几曲，让师兄你舒缓舒缓。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，简直太有道理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叫炉上砂锅，简称炉锅。可以了，滚了，可以吃了，不用起锅吗？嗨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炉锅呀，就是要一直这么就着火烧，这样能够保证你一直不断地吃到热食，还可以往里头一直加入新菜。哦，这样你就不用干等着了。试试。好吃。